OK， 迷离世界。欸，下雨了耶。这边是我们昨天布置的。好。啊，对对对。欸，刚把角色讲一讲啊，昨天真的讲乱掉了。而且我昨天发现了那个暗也讲过了。欸，有双也讲过啊，不不不，昨天发现那个讲过了，我今天唬你。昨天发现那个乔治居然讲了，然后拉拉队长跟篮球队长，拉拉队很像，不知道，我知道安妮还没有。我们今天先讲安妮啦齁。那这些是比较初始的角色。嗯，这样子好吗？那今天我们要介绍的是竹笋。那什么是竹笋啊呢？欸，伊赛你要帮我盖是不是？啊，伊赛伊电赛啦。好，那竹笋它到底是要怎么搞？可以种在土坑中的种植植物，配合也许有机可以干啊。所以你看啊，我们你看啊。嗯，嗯，所以是要先有工具的意思是吗？嗯，哦，所以还要先种哦。哇 ，Evelyn， 这个猛欸，然后。欸，可是我记得什么钻石铲不是可以一键种植吗？啊？我们的伊甸玩得很开心哦，伊甸，伊甸你是不是玩得很开心啊，伊甸？唉，各位观众们啊，我真的，你要知道我在介绍这个吗？要知道我喜欢种东西。好，哎，再讲一次，再讲一次。好啦，然后如果我们用黄金锤的话，可以一键吗？啊，看起来很像只能用黄金，没办法。啊，它不能使用冒险的一键一键挖哦。好吧，伊甸赛啊，你要干嘛？伊甸赛啦，哎，把这边做一个桥好不好？伊甸赛啦。哎呦，我看到树长大了耶！因为怎样啊？哎，我哎，不过观众们啊，我觉得这个地板好漂亮。有没有各位观众？我们真的好漂亮哦！其实这会教你们使用那个一键的填充啦，但是我现在还没有接到那个道具。那很像也是近期刚，哎，我的竹子长出来了，那是我们的竹子吗？哎呀，是不会帮我把这个盖起来，是不是啊？什么长出来啊？哦，这一根哦，这一根。好啦，哎，我的门呢？先可以再放几个椅子，好，就这样。